嚟到港島南嘅利東商場，哎，暫時出一出口呢、這個叫做利東商場，咁啊，咁啊飲下茶先，呢間裕明苑啊都試下呢度啲味道先，嗌咗個鹹水角啦，包汁雞腳同埋一個燉湯蟲草花燉雞，好試下先。這個鹹水角都很香，很好吃。這個蟲草花燉雞，看落都不錯咯。嗯，試一試先。試下這個蟲草花燉雞先。嗯，都幾清甜啊。嗯，不錯。鳳爪，咁啊，睇落去都唔錯啦。咁我嗌咗三樣嘢，鹹水角同埋蟲草花、猴頭菇燉雞湯，都啲湯都清清地，都唔錯啦。試下個包汁雞腳先。嗯，呢個包汁雞腳都好腍啊！好啦，好味。然後咧，星期一至五咧就有飲茶放題嘅，因為我一個人就食唔到咁多啦，所以散叫點心咯，叫咗三樣嘢啦。咁啊，放題都好抵食啦，乘以一四百，小同四十，七十四加一，咁啊，我覺得都 OK 啊。这个猪仔好得意啊，一只白色的猪仔，两只黑白分明的，几得意。这个黄色的紫色的花几清新啊。哦，好可爱啊。香港仔海滨。一个警察的船啊。渔民爸爸的铜像啊，哇，担住啲鱼虾蟹啊，喺度唞下，几有趣啊！啲蟹几大只，两个渔民姐姐，哇，佢又系攞住啲嗰个匿到好多鱼同埋蟹啊，有只蝴蝶喺嗰度。翻去搭呢个船去亚利州啦，即系利东站搭地铁啦。好像啲風車仔，哎呀，幾有趣啊！
两分钟就过了嚟阿利州啦，啤酒好得意啊，大大罐啊！哇，我第一次见到咁嘅罐装，好多。Hi, sugar. Hello. Hi. 大家整个盐烧乌头啊，咁啊，我啲乌头咧洗干净，抹啲盐。咁啊，攞啲粗盐烘住啦，咁啊就抹干水，攞啲粗盐烘住，跟住切啲姜片啊，你都可以加啲芫茜葱啊，全部摆晒喺个陶度，跟住攞个食纸包住，咁啊你都可以喺镬度咧十零分钟、十五分钟到啦，咁啊开中火，咁啊慢慢烤十五分钟就好香噶啦，皮薄皮啊！今天买了两条很新鲜的乌头，在香港仔利东街市买回来的，哇好新鲜呢，看着一条很简单的鱼呢，我就来整了一个盐烧盐焗乌头，沾上一些紫天椒啊，还有黄色的紫天椒啊，蒜啊，姜啊，麻油啊，醋啊，咁啊整个酱汁嚟饮啦！哇，呢个鱼好香啊！啲肉几新鲜，一卡卡。哇！嗱，咁啊喺度饮下汁，咁啊，哇，有冇令你睡眼欲滴咧？大家不妨试下啦，好快嘅咋。我用个锅咧嚟整都系十五分钟就整好，细火烤佢焗佢。